今天呢，我们要玩超市挑战。没错，我们之前不是玩过超市挑战的颜色版吗？对，你买蓝色的东西，我买红色的东西。对，但是今天我们要玩点不一样的。英文字母有26个 ，A 到 Z。对，那一会儿呢，我们就要抽签，看看26个字母当中会抽到哪个首字母的食材，然后我们就去超市采购，看谁在限定的时间之内买的东西种类多，那谁就获胜啦。我一定要抽一个比较简单的首字母。手伸进去，一起抽，一起拿上，然后拿在自己的胸前哦。一二三，噔噔噔噔 ，K F C， 肯德基，可以，我们可以结合一下去买肯德基，感觉还是很难的，我想象不到。是，我也想象不到。那我们出发去超市吧，开心果。我们来到超市啦，你看我拿了一个空筐子，你找到了吗？我刚一进超市，我就看到了 F 开头的东西。来，限时十分钟，限时十分钟，开始。走。姜汁红糖红油榨菜，红油啊，不是，是 K， 开小灶，什么？肖战，开小灶？等一下，肖战呢？对呀，是肖战代言的开小灶。看看有什么味道了，叫土豆味牛腩的吧？看见没？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而且是我最喜欢的肖战。哎呀，看下一个，没坏了，嗯。这个算吗？番茄鱼 F， 这个算吗？F 看来 F 还是挺多的。看见没？康师傅全都是 K 开头，但是呢，我一个只能买一种，对，我不能买所有的。所以我看我喜欢吃什么味道的啊。最经典的红烧牛肉面吧。好久没有吃啦，我们再找下一个。开特嫩，不是 T K。小米，你帮我想想 K 还有什么？可口可乐。就我的单词词汇量啊 ，F 开头的，我现在暂时只想到了一个，就是鱼 ，fish， 所以呢，我现在要拿一个鱼罐头，鱼罐头可以吗？真的？可以的。那好，那我拿一个这个番茄沙丁鱼吧。它还有那个 flour 和 flour。flour 是花，花应该不能吃。flour 是面粉的意思。哦，那我现在要去找面粉啦。甜头甜的，来一瓶，叮叮，请哦。还有什么？开心果。你除了开心果，你还知道别的吗？知道。开心果，水果有什么？小英文 K 开头的也行啊。英文 K 开头有啥呀？嗯，没事，我就那么一说。桃，玉米，苹果。开心果，不行，我还是去找开心果。对，你去找开心果吧，行吗？啊。青苹果，好便宜啊！我也不能买西瓜呀，西瓜这么大，这么难拿。那我就来一个苹果吧。嗯。我来一个皇后给白雪公主吃的毒苹果。喂，你买了这么多，我不能让你看到，你也不能让他看到。我也看到了，我看到我们有一个是一样的，我也看到我们是一样的，那我就找着一个 K 的。可是，我记得有一个饮料是番石榴的呀。我知道在哪儿，在哪呀？你能告诉我吗？我也告诉你。你去买一个番石榴不完了。可是那叫石榴，不叫番石榴。那就叫番石榴，是吗？绿色的那个就是番石榴。绿色的番石榴，为什么我没有见过呀？可以，什么什么什么茶？我记得有个番石榴味的饮料呢，叫美芋圆呢。还有啊 ，K， 我又从那边走过来，一看就有这个，也太牛了我！
就选一个这个味道，水清新，水桃味。好，那还有什么？嘿，好有趣的混搭配。可比可，我觉得我肯定能赢，因为 F 实在是太难了。啊，还有什么？你的开心果呢？啊，对对对，开心果，开心果应该在那边。走。哇，看见没？精选开心果，我要最小的，这个小。嗯，来这个了。走。还有什么？开瓶器，哈哈，兄弟，头头都有啊，好难，没有偶遇啦。但是我刚才溜达了所有的零食部分，发现 F 开头的零食真的好少，所以我决定去拿我的发糕了。费列罗呀。是不是有点贵呀？有小的吗？有小的，有三个的那个费列罗。我发现了，还有个什么开菲尔的那个酸奶，没有单个的吗？没有单个的。谢谢。哎，这算吗？风味乳酸？这不是，这叫前面有个灰山风味乳酸。算。我知道我要去买什么，然后走，可是已经到点了。玉米面发糕，但你可以不看那个玉米面，只看后两个字发糕。福临门 F 龙口粉丝方便面，康师傅红烧牛肉面，番茄，又是 F 开头的，我又找到一样。福宁的月饼 F 开头的，告诉我马上到点了，但是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这个炸薯条，炸薯条的英文也是 F 开头的哟。时间到了，走。时间到了，不，时间到了，走。料还没买呢，走吧，买单去吧。我们又从超市回来啦。刚才我们在超市偶遇了，偶遇好多，不知道他买的究竟是什么。但是我看到了，我们买了一个共同的东西，要不我们先拿那个吧？哦，好。你们两个要看谁买的种类多啊？好，好。一二三，噔噔噔噔，康师傅红烧牛肉面。我为什么拿这个呢？因为它是方便面啊。我为什么拿这个？因为是康师傅，正好是 K 开头。好，第二个，一二三，噔噔噔。哎呀，我的东西多的都掉地上了。可比克薯片。我的这个呢，它是西红柿，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是番茄 ，F 开头的。可以。再拿一个这个，噔噔噔 ，K 打头的茶，我的都很严谨，就永远都是第一个。但我这个是苹果，但是苹果它是水果对吧？水果的英文名字的首字母是 F， 你这太牵强了吧？可是在玩之前，摩姐说了，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，只要是 F 开头。但是它的英文不是 Apple 吗？它是水果，难道我要买一堆水果吗？我这不是为了。节省开支嘛。好，那我再拿一个可口可乐。我这回让你无话可说，费列罗，我无话可说。F 开头的费列罗。可口可乐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再继续拿。K 打头的糖果 ，F 打头的福临门 F 福。哦。开心果，看我这个是福宁牌月饼。福宁，可以，福宁开心果。好，那我再拿一个吧，隆重的，噔噔噔，开小灶，肖战代言的。我的这个呢是发糕，哼，没有我这个好，我这最好。那我再继续拿，好，你呢？也拿呀。怎么了？拿，一二三。没有了，看，这是炸薯条，炸薯条的英文是什么？豆姐姐说 ，French fries， 对，也是 F 开头的。我本来想买那个可爱多冰淇淋的，但是那太多了，我拿不了这么大一盒。啊，它就没有单独单吃。还有一个君乐宝的酸奶叫可开什么东西？啊，那就算你这两个都拿了，你看，
我这个是番茄鱼的调味料，番茄鱼。我的姐姐，咱们两个忘买烤肉料了。那时间已经到了。番茄鱼。我还看见苦瓜了。嗯、噔噔，这个是 fish 鱼。因为那个生鱼吧，它太不方便买了，所以我就直接买了这个茄汁沙丁鱼 fish。还有那就是我最后一个东西了，噔噔噔噔，粉丝，这个是孙导提示我的，给你，我服输，我心甘情，但是我的都看起来太好吃了，我这火车标配。我们是输的人，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给赢的人是吧？对，嗯。太开心了！哎呀，我要这个！哎呀，要是我抓紧一点时间不卖单的话，我肯定能跟他差不多多的。那我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小米，你怎么好难过呀？啊！我不难过，没说出来，哈哈哈哈！我又难过了，继续难过。嗯，你可以喝一口，然后再给我尝一口。小米粒们，今天的节目我就不多说了，因为豆姐太想吃了。我们这游戏还是很好玩，就是有点累，有点热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小米粒们、一定不要忘记订阅。新魔力玩具学校哟。